哎，您好，您好。我谢谢您啊。让我说好吗？啊。你也说我头烫的好看。好看，好看。别烫一个。我得先薅出来。刚才那个节目说得很好。哎，冰戏谱是我们后台只有李根，他会演绎这个节目，演绎得好。嗯，首先说他那个嘴里干净，是利索啊。哎，什么叫利索呀？利索，无所谓嘛。哎，谁说的？利索。哎，啊，斯乌阿嗦，什么呀您？您要不会拼音啊，就别这瞎拼。行啊，干净利索啊，呵，汤汤汤汤汤，好几百句，对，脱缸而出啊。哎呦，怎么那么脏啊？您这脱缸而出，您就别重复了，我怕大伙儿没听清楚。脱口而出，脱口而出。对了，哎，反正他。下功夫，应该是向人家学习，是下去休息休息。嗯，这场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了。对，哎哎，有认识我们的朋友？你就别说了，咱们怎么是哥俩呢？咱们是爷儿俩呀。算了，说这个，哎，什么叫算了？你这得掰扯清楚了啊！咱们是爷儿俩呀，这咱俩怎么会是娘俩呢？你什么耳朵啊？这是。谁说娘儿俩了？什么爷儿俩呀？爷儿俩。对呀。你别闹。哎，说这个，谁跟你闹了？说正经的呢。爷儿俩。爷儿俩呀。您让各位瞧瞧啊，我有这么老吗？你以为您烫头了你就年轻了？不是，你先，谁是长辈呀？您弄清楚了。谁不一样啊？啊，没听说过，这还有的哪谁都行啊？啊，不，我是长辈，您是长辈，哎，我也没跟您争，您还没争呢。这位老师，嗯，于谦，于老师，您老师，相声啊说了好些年了，不少年了，相声说的也好，不敢当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是，人家都不会啊，不会。都还说他干嘛呀？都会吗？学过一点，都学过。对，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演员。您过奖，捧哏当中，嗯，人家那是佼佼者。不敢说，捧的确实好。啊，给谁捧哏呢？嗯，给我师父。哎，郭老师，这什么人？哦，我师父郭德纲。嗯，虽然刚才我在台上我说他臭不要脸什么的，嗯，那不是内心深处的话。不，你还是了解他。嗯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看你敢往下说不敢。确实这人挺那什么的。就是单说这人，嗯，这人是不错，嗯，一时容忍我师父这个这种行为。对，您可没少受累。哎，不敢当，应该的。确实捧哏捧得不错，过奖。站在我师父旁边，嗯，遭我师父的忌讳。嗨，是不是？嗯，他说人于谦这个吧，嗯，说人家于谦那个吧，嗯，我都听不下去。您有正义感，真是我都不爱听。是啊，怎么能说人这个呢？你瞧瞧，说人于谦的媳妇这个啊，说人媳妇那个，这都是真的吗？不是。哦，根本就不是真的。我还以为您要一探究竟呢，这什么是吗？啊，什么事吗？压根儿也不是啊，您琢磨对了，不是真的，对，都是瞎编的啊。我说点真事儿吧。哎，太好了，这个爷儿俩还真像。于老师，嗯，三大爱好。哦，抽烟。哎，对，以后像这个众所周知的就不要介绍。都知道啊，抽烟喝酒烫头是，其中最喜欢的，嗯，抽烟。啊，那有瘾。这一根烟呢，啊，抽一口啊，就扔了。不是，啊，不是一口就扔了，哦，一口嘬没喽。那我这气力还能活些日子？多大作劲呢？啊，什么词儿啊？您这是？多能嘬了啊！我给您学学他怎么抽烟。啊，啪，点着了。嗯，啊。哎呀。哎，烫手了都，
这就上手了。哦，猛作猛作，咱们俗话说作死就是这么来的。没听说过，我抽烟叫作死啊？啊，什么啊呀？天天作，天天作，啊，导致五脏六腑，嗯，这些个内脏，嗯，还内脏，你这要了命了！您就说普通话，内脏。我说的是普通话呀。普通话叫内脏啊，叫什么？内脏，好吧，哎，好吧，这位倒好商量，你我从了你，哎，我不从您的，啊，内脏，嗯，五脏六腑全完了，嗯，不行，不行的了，我说您怎么着？怎么了？您我没听明白怎么着？您扑哧扑哧的这，谁扑哧扑哧的了？不是您刚才说什么？就说他的内脏都不行了。那有这么可乐吗？这事儿，我内脏都不行了，哎呦，这都不，怎么了？这是，我这人也太遭人恨了吧！我流露出来了吗？我内心的喜悦，我流露出来了吗？您就差吃捞面了，知道吗？您这还没流露出来呢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啊，他不行了。哎呦，还真不行了，啊，这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个反正是住院了，啊，那就因为抽烟，反正是肝，啊，肝，啊，硬化了。你在这喝酒的事儿不行了，嗯，哎呀，住院了，啊，在病房还抽烟呢，哦，还喝酒呢，都不改，正抽着呢，护士进来了，嗯，说他一句，哦，哎，小心肝，哦，嗯，说了一句小心肝，哦，再瞧他，嗯，啊，满脸猥琐的表情，我。小宝贝儿，哎，哎呀，我又加一爱好，嗯，就是他，是啊，就是他，哪有这事儿？我说我师父臭不要脸，这啊，都是他。哦，我他教的我，啊，不是啊，这人不行，我也不行了啊。啊，当然说相声跟这些个爱好还是没有关系的，这都不挨着，是不是？是相声说的确实是好啊，你这是捧哏，嗯，那好多人呢说相声都是家传，对，家里有干这个的，嗯，那我们后台孙越，嗯，孙越他姥爷，嗯，李文华是侯震，嗯，侯震的爷爷侯宝林，侯先生家里有干这个的，对，他们家里没有，哎，是，哎，于谦的父亲，嗯，于谦的父亲呢？是你别往自个儿这拍行不行啊？你介绍我爸爸的时候，你往自己儿这拍，这像话吗？我胸口疼啊，怎么了？小心肝，你这。你这时候胸口疼，没有这样的。就说他的父亲啊，他的父亲这人呢，你别晃悠行吗？你这时候你长身，你干嘛呀？你要篡位是怎么着？不许瞎说啊！谁瞎说呀？你就说他的父亲，别背手，哪儿这么些毛病啊？说话你，我还能不能表演了？您非介绍我爸爸的时候，您这表演，你说点别的时候你再表演啊？这时候你就平铺直叙，你该说什么说什么。我脾气可不好啊！你要干嘛呀？还彪啊！啊，彪子。不是你要干嘛？怎么意思？算了吧，啊，这个早就应该算了。您这确实，他的父亲郭老爷子呢，就对这个，哎，不像话，有点，啊。郭老，我姓于啊，我爸爸也得姓于呀，啊。那你儿子怎么叫郭小宝呢？您这听谁？你哎呀，你师父说的，你这。没有那个事儿，于老爷子，哎，对，跟这个曲艺薛微有点关系，哎，有这么点关系。他的父亲，嗯，弹弦子了啊，半身不遂了。什么叫半身不遂啊？现在人说都说这人弹弦子了，那不就半身不遂了吗？你没听清楚啊？弹弦子的，哎，对，弹三弦儿，弹弦了，天天的，哎，这还是弹弦子了吗？还是半身不遂呀，啊？这个怎么弹？怎么弹弦儿？你还能怎么着？这手也得上来呀！哦，这手，哎，这嗨，哪手这样都是弹弦子了。你这弹弦子手指头动，没有连手腕子一块儿走了。你弹弦儿的，对，弹弦儿的，天天在家弹啊，
大大个令大令定大，大大个令大令定大，大大个令大令定大。弹弦的姿势打板呢，这是怎么这点儿啊？能弹出那个音来，那可不容易。高科技啊！是啊，天天弹，天天弹。哦，街坊邻居受不了了。怎么呢？去敲他们家门了。干嘛呀？要说他两句。哦，不爱听。老郭，怎么还姓郭呀？老于呀，你。你爸爸是不是叫于进郭？谁跟你说的？这都是，你这即便叫于姓郭，也没有叫后边那字儿来，老郭，那也得叫老于呀。你老进行吗？哎，没听说过。老于，哎，老于，啊，别弹了，哎，好听吗？不好听，都狗挠门似的。哎，什么形容词儿？别弹了。啊，老太太人家走了。啊，老太太来的，就剩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。啊，老两口两人在屋。这会儿他母亲说话了。说什么呀？他的母亲，嗯，老北京人。对，说话老北京口音，味道特别浓，特别的纯正。是纯正啊。嗯嗯嗯，说他两句。哦，我说老头子呀，什么味儿这是？我有一句话想说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你先别当说，你先别说了，这是老北京味儿吗？这个老北京人，老北京人也不能说河南话呀。我说这是河南话了吗？那您说老北京话。哦，这我正现学这个。还真不知道这是老北京话。你不知道事儿多了。哦，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我说老头子呀，哦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那你说吧。你看看啊，遗传吧。不是，什么叫遗传呢？没有学你呢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哎，你说吧，你家都会了不是？嗯，你爸爸来了？哎，没有，坐一屋子老北京是吧？人家探线我也见过。哦，你探线我也见过。都见过。我有一句话想说。说吧。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哎，说不说你也说了。我说了啊。说吧。你得把探线啊，嗯嗯，你得配上线子呀。那是狗挠门的吗？那是没弦子，这空挠啊。他爸爸一听啊，恍然大悟。哦，明白了。唉，说话了。哦，这刚能说话啊，跟他母亲说话了。是他父亲呢、嗯、老北京人，也是老北京说话，老北京人口音。您说吧。我说老婆子呀，还真是。嗯，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啊。哦，中。哦，中。嗯，把弦续上了。嗯，两根。嗯，这就三弦了。嗯，这就四呼了。嗯，哎嘿，再扽一根就吉他了。您这个三弦，您往出扽出五根来了。您哦，就三根。可不是嘛，三根绑好了啊，开始弹啊。这回好听了是吧？哎，大大个令大令定大，大大个令大令定大令定大，不是弦的事儿，手艺的事儿。嗯，弹得好听极了。还好听呢这个。他的父亲啊正弹着呢。嗯、啊、他母亲说话了。哦，怎么都来了啊？这老北京包场。嗯，我说老头子呀，哎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哦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嗯，早就该说。你会弹三弦？嗯，我嗯，我会唱北京大鼓书。呦呦，嘿，你先等等等等，先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您要咬死口说这是老北京话，那也就罢了。您要拿这话唱北京大鼓，那可唱不出什么人味儿来。好听着呢，你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，那您介绍吧。啊，嗯，我会唱北京大鼓书。嘿，真好，我唱的那是非常好听啊，正宗。嗯，我曾经唱过三天呢。哎呦啊，三天呢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有。哦，我知道。嗯啊，三天呢。哎，行了行了。嗯，我唱的好听啊。哦哦啊，咱俩明天去唱北京大鼓书吧。别加重这北京了。这会儿他父亲说话了。哦，一撇几何呀。哎呀啊，一撇几何呀。啊，一拍几何呀。老北京话。哦，老北京就说撇。啊，一撇几何。一撇几何呀，真别扭呢。非常成功啊。哦，咱去唱吧。哦，这
连唱三天，胆儿真大，都会了这个，中不中啊？啊，答应了，哦、你们可跟着唱去啊！很高兴啊！哦，这老两口，两个人非常的高兴。哦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了。啊，就那么激动，开始折腾，干嘛？好家伙，由打上半夜开始折腾啊！啊，这呀，这个折腾啊！啊，他们怎么了？我还想问呢。废话，您这说事儿行不行啊？我说这事儿呢。他们要唱大鼓，您说唱大鼓的事儿，半夜折腾折腾什么呀？跟这儿？好事啊。好事坏事咱别介绍了，咱往后说行不行？后面折腾啊，完了也很高兴，就是哎呀，从上半夜折腾到后半夜，到了后半夜，啊，他母亲说话了，哦，我说老头子呀，我有一句话想说，哦，你们怎么这么贫呢？谁贫呢？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，还是这句，怎么都没拦住。嗯，我会唱北京打鼓数，早就知道了。你会弹三弦啊？可是，嗯，到目前为止，怎么样？咱没有鼓啊。哎，那还唱什么劲呢？没鼓怎么唱啊？就说是啊。他父亲说了，嗯，我说老婆子呀，啊，我有一句话想说。哦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。哎，你们就直接对话行吗？就不要有这外交口吻了啊！嗯，你们家对门啊啊有一个煤铺，煤铺，哎，卖煤，煤铺旁边有一个鼓，哦，那是卖煤的鼓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半夜，他的父亲给人家拿回来了，那叫偷回来了。说偷好听吗？啊，不好听也是偷啊，顺回来了。哎，是的，一样的道理。半夜给人顺回来了，嗯。他爸爸拿着很高兴啊，那是特别的高兴，白得的吗？拿着这鼓，嗯，好、哦，我说老婆子呀，嗯，我有一句话想说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，哎，对，咱俩做一个小游戏吧，这鼓能做什么小游戏？做一个小游戏吧，怎么着？你说吧，没、哎呀，嗨，什么意思？这鼓是漏的呀。瞧见人了，这都，那不是就是一圈儿吗？那个，那可不是吗？那怎么弹？怎么打呀？这，妹、嗯、哎，行行行，还小点儿。我说老头子呀，啊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啊，我补一补吧。补一补。哎，两个人补鼓，补了一宿。啊，这就两宿了。嗯。第二天早晨，啊。要去天桥去唱去，真胆儿大，唱北京大鼓书。嗯，想当初啊，天桥盛世，那是唱什么的都有，能人多，京韵大鼓，嗯，京东大鼓，哦，单琴大鼓，西河大鼓，这都曲艺，都在那一块唱。嗯，每家每户怎么唱呢？啊，租三条板凳，那叫板凳头，往前面一摆，嗯、开始敲，这边开始弹，是人往这一坐，临走的时候收钱，零打钱，一般都是这样。是。他父亲他母亲跟人家削，哦，也这样，那一鼓架子支好了，嗯，鼓往上一放，哦，旁边一坐开始弹，大的个铃大铃铃大，大的个铃大铃铃大，味儿没改。嗯，每家每户都是人山人海，人多，唯独他父亲这儿，我们那儿方圆四米，嗯，没人走，啊，闭住了都。嗯，弹的也不好听，那能好听得了吗？还不如听板儿去呢。敲的也不好听啊！这一天下来，一分钱都没挣着，那没人听吗？倒赔了凳子钱啊！那是。到了晚上，嗯，他的父亲跟他母亲啊说话了，他们俩一直说着话呢。啊，我说老头子呀，啊，我有一句话想说，嗯，我的脚，啊，我的脚都贫得很。哎，对，你不说好不好啊？我不知道，当说不当说，当说当说，嗯，说吧。北京市里边啊，二环以里怎么样？他不懂啥叫北京打鼓书，谁不懂啊？咱俩别在农村唱了，啊、别在这唱了。嗯，说错了怎么着吧？嗯，哎，你这句话不当说。这
还要别在城市唱了啊、哦，去农村唱吧。对，啊，又回去了啊。你可真逗、啊！咱俩去农村唱《北京打鼓鼠》吧。啊，上农村唱去了。哎，嗯、还是走，走了一宿。嗯。第二天早晨，嗯，来到这个西红门村。那还是在城里呀、啊？现在是城里了。啊。在那的玩儿。哦，你别说这河南话。嗯那的玩意儿那是农村呐，那倒是找一村，嗯，村口往那一站、嗯、也没个座啊，哦，站着摊鼓掌支好了，开始敲大大大的铃大铃铃大大的铃大铃铃大，全一个味儿啊，这正敲着呢、有打胡同口，嗯，出来一老太太，啊，有人了，老太太很高兴啊，嗯，你瞧，嚯，嗯，这怎么回事，嗯，过去问一问，啊、哦，什么的呀、啊？问的。怎么谈啊？嗯。老太太。嗯。咱俩是唱北京打鼓鼠的呀。哎。这舔着脸还跟人介绍呢。二位是北京人吗？嗯。老北京。哎。老北京。好。老北京。嗯。住哪儿啊？嗯。北三环。哦，北三环。哦嗨，嗯，原来北三环这个口音呐。哎呀嗨，老太太是北京人，但是没出过门，你知道吗？嗨，我以为北三环什么口音呐？哦，你看我们这说话多切呀、啊！哎呦，行、啊这，我问你，嗯，怎么个唱法啊？哦，问价呢？怎么个听法啊？是是，你们这个北京打过鼠？哎呀，老太太要上道，你知道吗？嗯、老太太。嗯，咱俩唱北京打鼓鼠唱得非常好听哦，唱一百天哦，有货啊，一块钱，一百天才一块钱，一百天，对啊，一百天一块钱不贵啊，没弯上一个白天啊，一个白天啊，这个啊，那您这北京话太别扭了，您北三环嘛，哎呀行了，别提北三环了，一百天哦，一白天一块钱、啊、那也不贵，一百天嗯，加一弯上多少钱？八毛。哎，您这不对了，不对，账错了。怎么错了？唱一白天才一块，嗯，一白天加一晚上更长了，怎么倒收八毛了呢？充分说明他的父亲很聪明。这叫聪明？唱一白天，到了晚上，嗯，还得住店呢。那怎么着？住店的钱谁掏啊？哦，在人家那唱一白天，说是唱一晚上，嗯，其实啊就唱前半夜，是怎么着也得睡会儿。到了后半夜，在、嗯、人本家就住下了，啊，省电钱了。对了，对 对, 对，老太太很高兴啊，会算账。哟哟哟哟哟哟，养着油葫芦呢是怎么的？这唱一白天加一宿，嗯，这才八毛钱，是不贵啊，兄弟，兄弟，上我们家唱去吧。嚯、哦，这个气味儿。上我们家唱去吧。嗯嗯，老太太啊，中不中啊？啊，中。你家上道了不是？走吧，走吧，进家吧。他父亲跟他母亲很高兴啊。啊，那是上他们家了，找一间比较宽敞的屋子啊，那就是。哎，找一个旮旯，嗯，把这个骨架支好了，鼓往上一放、哦，旁边有个凳子，嗯，他的父亲往那一坐，开始弹，他的母亲开始敲，支上鼓。在敲与弹之前呢，嗯，老太太很高兴啊，把街坊邻居全都叫到屋里来了，要请客了，嗯，很高兴，嗯、是。很便宜啊，对，才八毛钱，值当的。什么大婶啊、大娘啊，邻居这帮人全都上屋里了，没错，一大片呢。那可不吗？全都坐满了。嗯，老太太很高兴，老太太坐头一排。嚯，二婶，二婶，嗯，二婶，你上站了，你挨着我，关系好。我最爱跟你聊天，二婶。这是听大鼓呢吗？这个。那小孩，嗯，孙子，你给我躲开。骂上了，那、嗯、小孩喊他奶奶。啊，那是这辈儿，是不是？嗯嗯，你给我躲开。二婶，你坐这儿，我最爱跟你聊天了。好好好，听人家北京大鼓说吧，人家唱的好极了。你没听着呢？你没听过吧？啊，好极了。哦，这俩人北三环的啊，还介绍呢，唱的特别的好。啊，二婶你别说话啊，啊，听人家唱。好，二位，嗯、啊，别闲着了，嗯，唱吧。非给一村人都带沟里去。嗯，唱唱唱吧，他父亲开始唱。啊。这个令大令令大咚，嗯，这什么意思？弦断了，
嗨，你这事儿闹的，这要挣钱了，劲儿大了啊，这弦断了，弦儿一断，嗯，老太太反倒高兴了，怎么还高兴了？特别高兴啊！为什么？二婶儿啊，二婶儿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，你瞧见了吗？怎么意思？弦儿都弹断了，这是说明什么呀？啊，说明人家卖力气呀、啊。哦，用功，特别卖力气。是是，二婶你别说话了啊，听人家弹吧。哎，别说话了，听人家唱吧。哎，赶紧听。那就别弹了啊，敲啊，光敲鼓，唱来。打这个铃打鼓，哎，啊，什么意思？鼓漏了，这压根就是漏的。这个鼓一漏，啊，老太太反倒又高兴了。怎么又没了？二婶儿啊，二婶儿是，怎么那么可乐呢？这个啊，二婶你听见了吗？啊，你瞧见了吗？怎么了？多卖力气啊！哦哦哦，鼓都敲漏了，是充分说明人家卖力气。对，北三环就是不一样啊。北城嘛，你快点听啊，嗯，好听。你别说话了，二婶，唱吧，唱吧。他母亲张嘴唱上了，哦，这么唱的啊，来吧，我给你学一下，嗯。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《西游记》头一句唱完了，嗯，老太太特别的高兴啊，你还没二婶，老这有二婶，我跟你二婶，二婶，啊，你听见了吗？是，听见了吗？啊，什么词儿？孙悟空大战猪八戒，就这词儿，这是《西游记》啊。对，咱们古典文著四大名著啊。嗯，《西游记》对，《红楼梦》哎，还有那两本儿，没两本啊。反正人家唱的是《西游记》啊，其中之一，师徒四个人西天取经啊。这就说对，唱的应该是错不了。对，二婶听人家唱着，你别说话了，听着这半天就你说话呢，这二婶一句都没原因，知道吗？唱吧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二婶儿。哎呀，二婶儿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。嗯，头一句啊，孙悟空大战猪八戒。对，孙悟空有一金箍棒。是啊，猪八戒有一耙子，钉耙。俩人噼里啪啦打起来了。大战吗？你听第二句啊，啊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。翻过来唱。你听出什么端倪来了吗？啊，这什么端倪啊？这个猪八戒还手了。这连皮带讲，这要了命了。二婶儿 啊，你别 说话了，你听人家唱啊，二婶儿，早就该听。唱的好听，我都汗出汗了，我。你是说的那是？快啊，唱，上唱。孙悟空大战猪八戒。哦，二婶儿，一句一批，你这玩意儿听见了吗？啊，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又给唱了一遍啊？什么意思呢？您说。你什么意思呢？哎，这嗨，没明白跟人讲什么。哦，二婶，怎么了？怕咱岁数大了耳朵沉了。嗯，又给唱了一遍，重复。怕咱听，二婶，咱别说话了。啊，咱听人家唱。你要不说就听。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。是，二婶，你要不说话就听清楚了这句。你听见了吗？啊，猪八戒大战孙悟空。嗯，俩人打起来了。两回合了。打得好着呢。是，二婶，你别说话了，听人家唱。这会儿二婶说话了，是我他妈弄死你就得了，拼死了，从头到尾我说一句话了吗？这说的是呢，我这烦着呢，我这一句没听见，你听人家北三环是怎么唱的行不行啊？要了命了。行，嗯，可闭了口了，唱。嗯，孙悟空大战还是猪八戒，不敢说了，唱。嗯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孙悟空大战嗯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老这句，孙悟空大战嗯猪八戒，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改 rap 了，嗯。咱都先废话，废话，您说唱了是不是？猪。哎，这还是这玩意儿，您这唱不是？猪八戒大战那孙悟空，嗯，就这两句哦，由打上午十点，嗯，一直唱到后半夜两点半。我的妈呀！老太太家里人全都走了，那谁听这玩意儿啊？就剩老太太一人了。是啊，二婶儿也走了，多新鲜呢，全走了。台上台下都烦人，二位，嗯，别唱了，停吧，别唱了，啊，哦，他
他说累了。老太太啊，俺不累。哦，不累。是你是不累啊、哦？那猪跟那猴累了。哎，对，打了半宿了，这俩人。这都3万多回合了。是啊。啊。别唱了，哎，好家伙，这是我们家呀，啊、嗯，这不是我们家，啊、嗯，我找他妈地儿了，我倒是，嗨、哎，老太太就差卖房了，你唱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啊啊，知道一猪一猴就敢唱《西游记》呀？是啊，你要是知道俩长筒，你不得唱《白蛇传》去吗？哎，至于不至于？我最心爱的二婶都走了，哎，没有说的对象了。我跟谁说话呀？我这就是。行了，别唱了。哎，停了吧。我累了。哎呀呵，一点都不累，您这还有上口的心呢。哎呀，嗯，老太太啊，咱俩吃啥呀？好嘛。真没羞没臊啊，没心没肺，还要吃的。嗯，行了，门到门后头啊、哦、有俩饽饽吃去吧。哦，俩饽饽。哎，这是我们老头死的时候蒸的。哎，嚯，多少年了，这是8年了。哎，好，这还吃得动吗？那也得吃啊。啊，上门到门后头你拿。哎呦，老太太啊，我有一句话想说啊，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。你别跟人客气了。就家里有举没有啊？有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呢？锯。哦，要锯。那这太硬了。就是啊。哦哦，没有啊。走吃吧。还吃饭了？那猪那猴都吃了吗？哎，那俩还饿着呢，打了一天了都。是凑吃了。老太太急了，没办法啊，吃吧。啊，刚刚吃完了。好，牙口好。就觉得渴呀、啊、那干呢。老太太啊，我有一句话想说啊。哎，这还您就要口水，至于这样吗？有糖没有啊？有，还要汤啊？有那蛐蛐又叫唤了。真不要脸假不要脸呢啊？还要汤？嗯，没有，不给。那门杠门后头啊有一水缸。这全藏门杠。你猜怎么着啊？水缸里有水，多新鲜呢。喝去吧。嗯，喝去。没办法呀，啊，那得喝。渴了，是得喝。扛着扛着，一人喝了2瓢凉水，真不少。就觉得困了。你瞧，吃得饱睡得着，你知道吗？想睡觉啊。老太太，嗯，咱俩睡哪呀？你瞧瞧，呵，还睡觉、嗯、那猪那猴都睡了吗？你瞧，老惦记这猪和猴干嘛呀？行了啊，也就是我啊，刀子嘴啊，豆腐心，热心肠，炕都给你们烧得了，真好。睡去吧。嗯嗯，你们俩睡那屋。哦，我睡这屋。嗯，中间就搁一扇门，你明去吧。嗯，来吧，睡去吧。啊，前半夜当然了一直是唱唱唱唱累，到了后半夜睡觉了。哦，睡了有2钟头。哦，坏了。怎么呢？您琢磨呀。什么事？肚子里啊，2个大饽饽啊，2瓢凉水。哦，底下热炕一腾，是上边棉被一捂。哦，睡了2钟头。怎么呢？坏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就听这个屁呀、啊、放开了。我放屁啊。噔，什么动静啊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噔，哒。这是纪念抗战胜利61周年吧？您就不用拿嘴学了，这个，这个屁呀，啊，哈，就放开了，是，放了有40分钟。哎呀，这个屁，这屋里就待不了人了，那么浓都辣眼呐。呵，谁也看不见谁了啊。外边是皓月当空啊。嗯嗯，屋里是浓烟滚滚呐。好嘛，开了帐了。这个屁呀，嗯，飘飘摇摇晃晃悠悠。嗯嗯，来到了老太太那屋里呀、啊、哦，我进去了，生生的把老太太呛醒了。好嘛，改催泪弹了。嗯，这怎么缠啊？这是啊，怎么回事啊？找找。嗯嗯，哎呀，怎么还享受呢？是怎么着？屁呀、啊！多新鲜呢！还反应这么半天吗？受不了了！啊，我以为第3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呢。还是打仗呢？哪来的屁源呢？这是找找吧。我得找着这个屁源。屁源，我不能做这个屁下之鬼。这都什么词儿啊？老太太披好了衣服啊，推门，一推门，大。
这是抱老太太蹦回去了。好家伙，老太太蹦一溜跟头啊！哎呦，半天才爬起来呀、啊！我一想往里看呢，是看不见那个炕啊，有烟啊！哎呀，嗯，拿了个大蒲扇往外扇呐，多受罪！扇了有十分钟，嗯，看见那个炕了，瞧见一影，再看见那个被子，嗯，呼呼，好家伙，老太太心里琢磨了，是这怎么了这是？嗯，这什么屁呀、啊、这是？嗯。电线屁啊，臭一溜啊，哦、还蛤蟆屁臭一坑啊，啊，尿胀子屁是出溜出气，出溜出气，肠胀子屁是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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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啊，这哪是屁呀、啊？这是勾点芡就是屎啊！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老太太太有研究了，对这玩意儿受不了了。是是，我得给她掀开呀。啊，不行啊，刚才呀。我一推门差点没把我崩死，是一掀被子非得把我崩死不可呀，那就要了命了。我那也得掀，那得老太太紧走两步走，你掀开了被子，掀开了就是他爸脖领子，孙子起来起来起来，给我唱给我唱，还唱他爸爸说了啊，老太太俺唱的不是不好听吗？是啊，再不好听也比你放屁强啊。哎，去你的吧。请您欣赏群口相声《日本梆子》，演员者岳云鹏、孙远。你留着这个吧啊，这变萝卜去哪里？我没有这么大酒量。还有没有？你这是被人发现了？把东西放下吧，谢谢各位啊！说相声能跟观众有这么一个交情，让我们特别的激动，是想不到的事情。哎啊，今天在这儿呢，这个叫张一元，我们在这个园子里边演了有个五六年、六七年了啊，他是离着德云社最近的一个分支。是这几支队伍倒着班来，今天这是二队在这儿。对，哎，二队的队长是孙玉，主演是岳云鹏。也只有他们最二，所以搁在这儿了啊。我跟于老师我们来是业务考核，看起来这几家啊挨个的转，今天转到二队这儿，最后一站。其实大伙儿对我们也都熟，也不用多介绍。谦儿哥，我们这合作十几年了，是啊。于老师，我每次看见于老师，我都特别感慨。干嘛感慨？真的，因为合作十多年了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对我来说这是个最好的人。哎，您可应该。日月穿梭催人老，谦儿哥今年是44岁，可不是吗？你绝想不到，四年前这是一个仅有40岁的人。你好，岳云鹏大家都熟悉啊，28了啊，那边有姑娘说28了，姑娘你的嗓子可够粗的，28，这是我徒弟高伟。一晃来了快10年了，都师徒如父子了，关系好。今天很高兴能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，做父亲的人啊，得当看儿子的。儿子，你也看看你儿子。没味儿了。其实岳云鹏也长大了，也娶妻了，也生了孩子，但是在我眼里老觉得就是个小孩，还是孩子，就是好多事儿他也确实是真拿我当家大人，是吗？什么事都愿意打一样，师傅这事儿如何如何问您吗？或者谁谁采访我怎么跟人说，一句一句的教，好多事儿老怕他不对，这真是就是家大人的心在这搁着，和孩子那就这，要不师傅
救命啊！干嘛呢？救命！我在外头呢，在外头解手，没带纸。哎，这也找事。你看，你要不是孩子嘛，真缺德。你在哪儿呢？我这个开车走半道上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就现在就是树林子里边啊。那谁给你送纸去啊？我说您抓几片树叶吧啊。不行，师傅啊，松树林。咱俩松开了，一听这俩是有经验的啊。那会儿还用老皮儿生孩子，现在长大了，老过不去这个事儿啊。还有这大胖子，大胖子是我师弟，是我师弟，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，对，世家子弟。这个孙子呢，来。像话吗？我们这个孙子应该是外孙子吧？您说你还是你比我坏？我好兄弟，大胖子特别可爱。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胖，这多少斤呢？我260斤。嚯！后来我侄子上当了，那秤就到260。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桌围子，倒穿个绿色的吗？拿帽子改的裤衩脱那儿，他不穿上你绝不知道干什么用，就是说没啊，特别的可爱，有时候好跟他斗，但有时候斗着斗着我们这说相声这个人呢、没准谱。那回在哪儿演出我忘了，楼上他上我那屋聊天去，我说胖子太胖了啊，你还不死去，咱们这就是兄弟之间的一个好话，这是好事。你想我住的18楼，他你说你死你怎么说着玩嘛？对，他也是真有志气啊！推开窗户，挡着鹰就跳下来，腾就弹上来了，真有这弹性啊！地上一个油印儿，这这么肥吗？这非常油着的你，给摊儿打，找油锅里边。一晃其实这几个人里边啊，我认识胖子是最早的。但是啊，我认识胖子还不认香哥呢，是是不是？因为我是1996年第一次，啊，不是1996年是吧？我认识胖子是大约96年左右，就那是我第三次进北京。头一回来北京是1988年，啊，后来95年来过一次，最后是96年又到北京，到现在就没再离开。要你俩干粮吗？别。一个机会，四个人站在一块儿，你要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。没有，就认了他。我认了。我印象特别深，我刚认识他那会儿，真是还10多岁吧？不到20，17、18。没有17、18，还得小那会儿，小胖子特别可爱，因为看着那个膈应。是可爱，是不如你脸，你才小时候脸比岳云鹏还大。啊，现在显得我小多了。我们那会儿，我认识他，我说胖子大脸蛋，我特别想给他脸上老是竖画一道，就跟个屁股似的。哎，你这脸蛋竖画一道，俩呀。那后来慢慢的他也大了，我们上岁数才知道，我感觉人家这是脸啊。你看，别去北京了。天真的，就是，这么些年来，胖子也不容易啊。虽然说家里边也说相声，但人也知道，说相声想挣钱不是这么容易。是那会儿他学的是园林管理，好像。哎，对，毕业之后呢，就送到北京动物园去了，送到笼子里边当动物吧，在那儿当动物，那当动物，小月小花管吃管住在那儿是吧？也挺好，两口子坐那儿，我们弟妹也在动物园，然后。说不清楚了，真的，管吃管住，来，不让光顾着光。他媳妇跟着养鸟，养了一个甄嬛，然后甄嬛，那个鸟叫什么？朱鹮。朱鹮，哦对，长得胖叫朱鹮，那叫朱鹮。养朱鹮，他养大象。有一年我弄家里小孩就上动物园，瞧瞧去吧，领我们上后边看去，把我给乐的，怎么了？他胖都没那样了，大象都露着一条腿了。
人回去也好，你是不是偷草吃的啊？没想到到后来你还是喜欢相声。嗯，自己也曾经组织过很多的小班社演出。嗯啊，说两句话不好干呀。哎，是你想高思玉就这么爱相声人就干黄了多少家？也是，我这辈跟不上。那他后台演员不挣工资，挣苹果。后来部门领导找他了，哎，一到扶苹果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后来我搬资料啊。这你是专家，都给说相声，但是在我心里边啊，孙玉这份淡泊名利，那倒是，真的，这好。你觉得这个淡是什么？这名利，淡泊名利。你想啊，他但凡想挣钱，不就早上德云社来了？当然，德云社也确实要求严一些啊。您不知道没着，主要先考虑饭的问题啊。所以说后来他陆陆续续干黄了很多艺术团体、小剧场、相声队、相声社，干黄了很多。走一个，那个团团的啊，就是上公园举报那个偷苹果的胖子，已经出不去了啊。人家上洗手间那个啊，原来。你有那个把鞋都弄湿了，这准行准，你看人状态多好，也能弄一枪，袜都湿了。哎呀，说到哪儿你敢忘？淡泊名利，啊，淡泊名利，淡泊名利，淡泊名利，主要是他名利名利的名利啊，挺好。包括在德云社这些年来，每次也是工作方面啊，来的比谁都早，走的比谁都晚。嗯啊，你们看，你们都演完了，演员走了，你们各位回家了，人胸膛在那边收拾东西，你们剩的花生啊，都够吃的。你家弄点白菜，一会就吃了。花生烩白菜，什么吃的带鱼炒月挺不容易的，挺不容易的。有挣钱的事儿，谁去他都往外推，你去你去，他没有他留在这儿不去。哎，这跟这守着多不容易，这嘿好话，兄弟，这话说说句良心话，你嘴里能吐象牙吗？我还是喝多了。说句良心话，不开玩笑的说，我这兄弟真好。所以现在我们安排演出的时候，只要是挣钱的露脸的事儿，一般都不考虑随缘，人家不在乎这个。让他们去，他们去，不在。你看前些日子，前些日子我们去澳洲巡演，去大洋洲，整个将近快一个月了，演了五六场国外大型商演。行吧，我们是演完之后回来，然后会计算好了账，再给每人往卡上打。今天一个让我感动，怎么呢？我一会儿就会通知会计把你那个东西。你也得给俩苹果，淡泊名利呀，淡泊名利。但是这个钱，你说咱们能要吗？对不对？能要。我也是这么想。啊，所以说这个这好事儿，没事，没问题，没。他不在，哎，是热了还是怎么着？有点冷汗。没事，这个机关再说。怎么啊？演出嘛，哎，是。没事啊，哎呀，谁挣都自己人。哎，好，好，这话说的好啊。肉烂在锅里，别烂在别人。对，肉都烂在锅里边。对，话对。你说说于老师吧。这是哪大姐喊的？每次一来有人喊喜欢于老师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喜欢于老师的远没有喜欢孙胖子的人多。人性，人性。那你看，还有鼓掌吗？你看一下，你们会太喜欢了。嗯，最近德云社又有一场演出要出国，但是这个咱们就不用再安排这个孙胖子，好吗？花几万的钱，他不在乎，不在乎。他那个啊，去哪儿？不去。哎，我得说你啊，我得说你，你看您孙老师从来不争，我这还没说呢，就我就像话吗？没事，习惯就好了。好。我这徒弟表演风格以便宜见长，就是贱啊！现在都找不开零钱了，这是。我贱的哥们儿，做演员。队长，咱们可以
值得你们尊重是吧？你们喜欢他呀？要啥？嫌弃你们啊？你看有的男的还爱他，那意思马上给你生孩子，我说。谢谢吧啊。我估计是在下个月的中旬。啊，真出钱，下个月中旬。十一月中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是实话啊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十月中旬，他没有时间跟对方考虑，因为十月中旬他们家该点炉子了，还得跟家套炉子、打烟囱啊，哎，然后就挺忙的，挺忙，容易动。上哪儿？嗯，派去一个小地方啊，那个日本。哦，是啊，我那是日本人吗？于老师也很喜欢这个。那个，我不去，我也不去啊！我那点别的儿，就说，就你这一看，这能给多少给我呗？你说就是开玩笑，不是？对，您每个人对于出国演出的要求和意义它不一样。我就是聊天。哎，那有的孩子，比如小月他们，他要的知名度，出国去演一圈，哎，大出头，哎呦，挺好。那你像于老师呢，就是出去散心，哎，玩，顺便就买点小玩意儿啊，逛逛街，对，有，哎，不会说话啊，什么都没听说。于老师是个收藏家，因为收藏日本土特产啊，就为了学日语。都被他词汇量，这个那个语气词吧也好学的。那个啊，你买点那个日本那个特色的产品，你给我带点。你看你那个作死的样儿。你不去，你变这个吗？我们聊天儿吧，我能在乎这个吗？那老师呢？我在家我多忙啊，我在家泡炉子打烟囱呢，该买白菜了，就是。对，该买白菜了。不去，别不了。给钱不给钱？能不给钱吗？你想上那地儿去，给钱少了谁去啊？对，要别买不了呢。对。我也可以找主办方找地金，把您的演出费折成光盘。这得多少张啊？您可以这趟演出挣3000张团体工回来。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还行，这种。咱实话实说啊，商演出国都不容易。你要包括这一行人，连工作人员在演员食宿，你就说来回的机票得多少钱？反正多少？你到那儿去当地的地接，你的吃，你的住，整个这个费用比你演出那个费用还要高。为什么商演难做就在这儿？接十个说相声，这顿好家伙，你得在国内盯干3场的，才够人一场的费用。是，所以说商演的除了我们，几乎没有成功的啊。没。啊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所以啊，我回来给你带纪念品回来啊。我们最关心的这个事儿，但这个还好。因为他飞日本呢，他这个路线短一点啊，短程。你要你去欧洲啊，去加拿大，去美国，那一飞十几个钟头啊。日本这个呢，那3个小时、几个小时也就到了。哎，所以他多交钱。你回答我吃过的问题。你您问你干嘛这么着急？我替我吃过肘子。啊，什么？因为这次去一共可能是演一周左右。好，演一周。嗯，咱别按日元说了，按日元说太远了啊，就合到人民币。合人民币，咱们要是去算啊，不算工作人员的话，演员大约是6到7个，对吧？就找着松根了。啊，大气一点啊，像孙老师似的。哎，真是的，不许往前面讲。哎，不想。5-6天吧，出发订正，可能每个人能拿人民币拿个700-800万。你看日本已经派人接待来了。啊，这个角度我听得下去。啊。这个其实我能去的。你这状态像马戏团来的，真行吗？真来去啊！我这瞧着去，可以是吧？别拿太多，你别来。哦，他这没事，他都换成盘了。但是这次有一个。
问你出去演不是演相声。不要我去你的岳云鹏演轮盘呢，我要买好些女的盘回来，我很会换。不是干这个，你想啊，于老说的对，你拍完你这玩意儿谁要呢？啊，卖出一张了。你的爱好真值得商榷。你怎么不是我辞北京的？老这一个是吧？我啊，问您到底是演什么？我们这不是打着文化交流的名义出去，无所谓。你知道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体育交流委。哎，咱们闲话少说啊，咱们得说点正事儿。因为日本不管怎么说呢，它继承了唐宋文化，所以它对很多传统的艺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。那你比如说相声，日本也有相声，它叫漫才。漫才也是两个人表演，也有三个人，也有一个人的漫才。我第一次见到那个日本来的那个漫才演员，哟，当时我都惊住了，因为很少看到这个穿衣服的日本人。啊，您那儿的痰比我还多呢，就说那意思。所以他们有这个，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歌舞伎，于老师特别希望有机会结识几个歌舞伎女啊。哎，歌舞伎的女演员嘛，说清楚。所以这次去呢，我们是要和他进行文化交流。您说我们要演啊？别着急，经常出过文化交流是京剧。但现在人们说，你们京剧往前倒是什么？什么？在中国来说，京剧前面应该是梆子。哎，河北梆子、山陕梆子，那叫秦腔这一类，那是京剧的祖先发源地。京剧是从这些个梆子里边提植曲目，包括完整一些个唱腔，是这样才有了二黄的体系唱腔。哦，啊，所以这次人们是想听一点梆子，而且据他们说，这个梆子在日本也有些个演唱。哎，所以说经过我们这些个，爱好者也好，专家也好，演员也好，大伙儿一块儿去挖掘，我们整理出一些个日本梆子。哎，您就说谁都能不能上哪去日本？我说这很简单，你要想这说一百来人大团，咱没法出去，出去没法挣钱。是，就是折子戏啊，折子戏，然后表现一下哦，梆子当初这种表现状态，而且在日本也有，他们中间到底有什么一样的一个磨合，啊，怎样的表现形式？简单说。日本梆子要出国演出交流，好，你愿意去吗？哎，甭管什么都可以。你有档期没有？有，对吧？好啊，我们整。再过来，你跟，我也有。炉子怎么办？管呢你，冻着就管，不管就什么？可以吧？这是淡泊名利的状态。哎呀，你这个玩意儿，不是你会不会呀？你就跟一块去？对呀。我们这次选的这个剧目啊，叫《打金枝》。哎，好多人都看过这个戏，《打金枝》。打金枝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了。你知道吗？啊，他知道，因为他是河南人，河南豫剧有《打金枝》。对，他了解这个。你确定？豫剧的你熟悉吧？哎，故事是一样的。哎，唐王有一个女儿嫁给了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郭爱。哎，小两口闹了别扭之后打起来了，叫打金枝。然后呢，唐王很生气，说这个打我闺女不像话呀。那么咱们聊一聊吧。哎，汾阳王郭子仪是个大花脸，带着儿子郭爱上金殿跟皇上赔礼道歉。皇上非常的大度，把这个事儿就接过就过去了，就这么一折。哎，有愿意吗？我愿意是愿意啊，就这戏真的呀，我当初学过梆子，老生花脸我都能唱，但这一折里边花脸的活比较重，那我唱这花脸啊。您来汾阳王郭子仪，我也得去啊。您来这老生吗？我是老唱唐王皇上嘿嘿，好我呢看来这个你来看一下不行啊。怎么了？我这模样，我这声线都不像。这声音像，有知情的。你要不来看，咱们就换人。那我来，可以吗？王宝强，你那是像，说来就来了。那我们出国之前，咱们就把这戏排一排啊。好，你都我来，没我呢，没有没有啊。
因为你这个你稍微胖了一点，胖了。舞台上的要求很严格，你这样，你这个状态，这个体型，你只能扮演小生。我小点这个玩意儿，这对你是个突破。哎呀，何止突破，简直是个爆破。小生是谁呀？小生，就是我是。我是分香王郭子仪，我是大花脸，你扮演的是驸马郭爱，你是我的儿子。没问题，他愿意，他不愿意，他不愿意，行。好嘞，七八百万，过亿。那是啊，你不用打成主，你能把它做死了吗？对吧？这咱们这舞台上也没有东西，你们出国之前咱们中间得排一下啊。我去好歹找点什么化化妆啊，规制规制的。我捯饬一下，捯饬咱们一会儿看像像不像啊？行啊，行行行行。情节是这样啊，你给白一下。情节是这样的，都是坏的挑。一开始啊，就是唐王坐在金殿上。一会儿您就在这儿正当中啊，这就是旁边站一个太监。好，哎，然后您跟这个太监说了，选分香王郭子仪，绑子上殿，绑子绑着儿子上金殿，就是儿子就是你。对对，就是你，就是你啊。然后人家说完了，哎，咱俩从帘后啊，这个唱的就出来了。哦，肩摆跺跺，二六，我跟你，你就跟我出来。稍微秀气了一点，你拿的这是什么呀？红尘。我以为你是给皇上穿的，拿皇上当马了是怎么着？皇马，皇马。您听啊，皇上没有蛀牙，没有蛀牙啊。你站在皇上那边去吧，站皇上那边去吧。哎，对对对，带着长的，挺好挺好。哎呀，我都舍不得。他干嘛呢？这，我这哪儿这么大土？行了啊。那个，你们跟这儿说话，你们说话，咱俩上后边去。那叫你，我得给他也得换。哎呦，坏了，没东西啊！哦，我还化妆呢。你得化化妆，你我画的驸马呀，他挺像儿子啊。我哪儿？于老师，你找点东西吧。没法像驸马啊，这驸马就是儿子。这个，反正你来，别给人做，别给，这就会站挂了，脱皮。那个待会儿你要留神，因为那个台上是一句顶一句的啊。说的是，哎，瞧这。最后，这是谁？来来来，邓老师，来来来，邓老师。哎，这还行啊，都认可。到日本就留下。我这儿让他们找组。可以，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呗。那行啊。你一叫我们俩就出来啊。来，胖子，咱们聊。我太监，我得低着头啊！嗨，低着头，你把说理儿呢？伺候您呢，伺候您好好的。来啊！旁边站一半生不死的，对是啊，要死。选分阳王郭子仪，王子上殿呐。前面是谁？对视，对视啊，对视还不错，有天窗什么的都都都。你开车呢？不对视吗？这车里那内饰啊，内饰就是叫太监的。我叫内饰，你就是太监，就是内饰。行啊，内饰。哟哟。手术还没做干净。再说一回，分阳王郭子仪，王子上殿呐。我敢抬你！你把老家放在这儿，梆子吗？梆子吗？梆子就是河南梆子呀，河北梆子啊。选分阳王郭子仪。
王子上殿呢。翻译，对，嗨，怎么那么水呀？河南梆子这不成，你得说普通话，你得说玉白，玉什么白？这样就行。玉白我不会，我用车行，我用道还行。谁给你这个？行，我是太监，跟我不是吗？随飞扬王郭子仪房子上殿呢，房子上殿呢，来呀来呀，啊对不起，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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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急的呢，废话，怎么了？凭改呀、啊？你看，我还说改，是你要出去的吗？我出去打我呀！够生气了！他爹是太监，知道吗？够生气了！别管了，别让人闹呢啊！还不说好了唱戏吗？你看你。你是谁？我是官。对呀，我是谁？郭子仪。我是你的父亲呢？连你母亲都答应了。你媳妇儿是皇上的闺女。对，皇上是我的，是我的亲戚。你不在，你下架就不让卖了。你惹了这么大的祸，我心里生气。而且我一看你这德行，穿成这样，我怎么穿成这样？看见恨的吗？对，怎么你们俩我怎么回事？所以你心情在这儿了。惹了祸了，打你是给人家皇上看。你看我们教训他了。哎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给人家多做出场面的工作，剧情。对呀。对。老大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别去了。我操！打死他！啊！不能跟我师傅瞪眼啊！没有你！哎，我还没宣呢，还没宣呢啊，还没宣呢！啊，快！怎么那么乱呀？这是人肉，你这是肉驴！来，你像吗？大哥，大哥，来，王子上殿啊！来，谁来呀、啊？你们郭子仪王子上殿呢？王子上殿。于老师您看好了那个啊。
看得住。来，这梦一忙就上天了。全国第一小姐。我没听说过，反正这两个都是。
不是主角，主角归主角，配角也变。这是外头谁呀？你听谁呀？我有谁呀？注意注意！咱们这小伙子情绪都多好呢。何老师，何老师，我这回我就问一句话：咱们说了算还是观众说了算？咱们再来吗？这回是公知令打，您坐后排上啊！来，这回看我的情绪了啊！来，咱们大家都得保持好啊！你这情绪给我都能淡定。歌词大意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戏词吧，翻译成中国话啊，就是皇上说了，让咱们上金殿赔礼道歉。我在路上心里就想，我儿子能怎么这样呢？打了人家闺女了，肯定皇上不开心，所以我就带着儿子上金殿来，一路上心里很忐忑，随心到金殿上来了。可是说话太轻蔑了，说就是他啊，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唱，那就唱。
日本帮，这不是传统节目，当时我在茶馆编的就一批节目，日本帮子最早是俩人，对，后来仨人，四人都有，也包括前面四方师，那都不是传统节目，那我看的一个民间故事啊，得有这么两个报，其实可以用来扩大的，包括徐小腿啊，什么杨乃武啊，都是在舞台上一边演一边编出来的啊，大伙觉得这节目还是都挺喜欢的，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您各位要是能喜欢，真正的目的。相声演员呢是四门功课，脱鞋上炕啊。那么他这个说鞋斗唱，说鞋斗唱，唱斗斗唱斗唱啊，斗唱。哎，这个说鞋斗唱唱，实际上指的是你洗澡去了，太热了。就是戴这头盔还不出来打，还有凉风呢啊。这个唱指的是太平歌词，太平歌。这个太平歌词有几种唱法，一种是一个人唱的，一种是俩人唱对口的，还有一种呢是过去老先生在地上要钱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准词儿啊，活词儿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就是一个人伸出头来，我唱完了传给他，他再往下传，跑一道辙，没有准词儿啊，随时唱，随时会出各种的状况，观众很开心啊，是在地。演出的时候的一个技巧，哎，啊，今天很难得，你看我四个朋友一块儿，咱们给大伙儿唱一回活词儿的太平歌词。好，是这样，伸出一个折来，折那就是这个咱们说的什么中东啊、江洋啊、人臣呐、发花呀、银鞋呀、一七呀、啊、缩坡呀，啊，对，就是声母韵母那个折啊。对，这折呢，它是规定好了一个就不能再跑了。但是四句话算一段，四句话唯独第三句话是可以不在折上。哦，第三句可以不在折上，为什么呢？在这个行业里边，这个敲三不敲四啊。第三句如果说也在折上，那么按古诗词来说属于桥梁品，咱们谈不到那么远啊。那就说谁敢第三句谁就占便宜了啊，就不花折都不在折上，反正字数对的。孩子很聪明啊！听见这个，我听见这个，你我吃过屎。当然，你从小月开始唱，您是第三名。来吧，从我这来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来这儿，一二三四，往下排啊。唱到哪儿就是哪儿，好吧，好，谁不许撂下啊，都赶着一道辙，哎，一道辙，这儿说唱完这儿也接，这要撂地这丢人丢大，这即兴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比如说咱就开始这样，先来没事儿，先来没事啊，就咱们开始，别着急，准备唱完呢，哎，一样的尺寸，一样的劲头，一样的板眼，一样的调门啊，好，错不了，行。前来不是出趟城东，东这是公生也叫中东者，前来不是出趟城城东，哎，我瞧见了说相声的，瞧见了一辈子，你不要还得回去一位老不是那个老太太，老太太卖大葱，闲来没事出城东啊，叫那个老太太卖大葱，葱来葱，你甭想了，匆匆忙忙卖完了。你那儿太不挨着了，走开！啊，卖完了大葱，卖酒瓶。我看这个业务实在太火了，说破烂啊！得了，对，您要问卖酒瓶有什么用？卖完了，前台去进大葱。
再来一场。哎，哟，这不怪你，不是顶着心玩吗？不是，看你折腾啊！怪我折腾啊！我没折腾。在然后他又到天明，到天亮啊！您要问这一宿他有什么用？有新人物出场了啊！哎，什么老头他在翅膀边，冰冰冰冰凉凉，有什么用？我这还以为直不直溜的唱呢，就唱点好词儿。别着急，抱着啊！来，啊，冰冰凉凉有什么用啊？有什么用？心里的着急莫放松，松松快快不凉快。你这是日本话。想起来老头噼里啪啦砰，还是回来噼里啪啦地油。想起了他的闺女叫小玲，多难听的了。哎呀，要问小玲有什么用？那不可以是吧？对了，这个小玲她没有用，能够挨出门去买冰。好，对对对，哎，你来，卖冰老太太交点冰，你要问这段怎么？我是你们仨的活祖宗。这不容易。哎，我们继续献编啊，编得这么有文采啊。这段主要反映了老头老太太跟小爷一家人的日子。每家人日子就除了吃冰就是卖葱，剩下就跟炕上跟着都喷。挺好，你过来，我也很喜欢。这段已经失传了。警方说谁再唱就追究这个责任了。挺好，唱这个呀，说句良心话，就是闹着玩儿。包括过去在马路上演出，在地铁上也是如此。您这一乐，这就要钱了。那没有艺术性、文学性，图的是个开心，还不像唱个戏、唱个小曲儿或者唱个歌什么的啊。唱歌，他们这都是行家，你靠近啊，真的。你看于老师，姑娘们都等不及了。于老师那唱歌唱的这会儿，人家在歌厅里长大的。啊，我不行，我唱歌唱的以前，我打小孩西北话学艺，净学传统艺术了，发音的位置跟唱歌两码事。哦，您唱的歌唱都搞乱，我那就不知道。完全让我等待。啊，大家再注意，轻轻的，我家。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
当年我跟齐秦关系很好，现在都不来往了。还会那个歌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唯有椰林缀斜阳，这是一片海蓝蓝。别小瞧这两句唱，这个当初说两句话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赞美，没错，二院。我唱的可好听了啊！那个歌叫什么？您唱的是《你爷爷我小的时候》，就在这里卖葱。唱错了，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我不厚道，听街坊这几个大妈多开心啊！所以说唱歌对我来说，说两句话真不行。于老唱的好，和于老师有他的缺点，就终归是说相声，不是唱歌。哎，这五音呢短什么七个字，还好着呢，还欠着呢啊！而且词儿多了记不住，弦高了够不着。但是呢，好在以前练过铅球和铁饼，并且早年间在河北保定农村收过菜子唱。那这点优势呢，还能唱到现在啊？胆儿大，对对对，每次是掌声板砖七杯啊，反正挺好唱的。是，于老师给大伙儿唱两句。真爱听咱就真唱啊！唱什么？咋行声？咋行声？一块儿摸，一块儿摸，唱不啊？一块儿摸，只说唱就唱出来，见东西。来俩人都摆好了不得？一块一块红布唱下去啊，哪一块红布啊？刚才打在脑袋上一块吗？来，哎呦，感冒了。那天心里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。这个让我舒服，你让我放了我没地儿住，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路。啊，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唱的叫岳云鹏。因为以前在宫里待过，在少年宫待过，按照顺序跟苏老师啊，苏老师来来来，来火腿一样，我来了，您来，来小月，来打唱自己唱，想听什么我会唱，我还听不了啊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一身汗很快就说过去，您有点磨磨嘛，会唱一起唱啊，来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，压心底不能告诉你，晚风中我温暖心底，我又想起你，多甜蜜怎能忘记，不能忘记你，把你写在日记里，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。哦，夏天这首歌说两句话，我当初我以为是老北京歌词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，压定里呀。吓我一跳，后来才知道得听正版的。压心底啊，谁心底？压心底。啊，挺好啊！有我们不唱了，行吗？上洗手间去了啊！对他走不了，他男朋友在这儿。你要不回来，我就弄死他。听到听到，听到回来没事吧？啊，还往外叫他呢！我看你敢走，不好意思。这才几点，你们俩就走？我就是年轻。
灯火愣灯。不要问手有什么用，谢谢吧啊，慢大葱。谢谢刘博士，这俩刚走换来小伙子啊，土豪交个朋友吧。哎，我给你们唱个小曲吧，好吧？有一个失传的小曲，是从清宫里头后来整理出来的。哎，当初有一本书《霓裳序咏》，还有一个续集那个《白雪遗》里边都写过这个啊。它是明朝、清朝那会儿流传在民间的一个小曲小调，它是跟那个昆曲相提并论的，啊、那么高雅。小寡妇，这是跟昆曲一块流传的。唱昆曲的死了，他媳妇改寡妇了。小寡妇孤孤单单，两泪飘零，思想起多情，有一的人我为你望山跑死马，我为你玉兔撵飞禽，我为你海底捞明月，我为你沙里登黄金，望断天涯空悲愤，骂了声抽烟喝酒面纸啊，哎呦，带咸菜了吗？没有。谢谢谢谢谢谢啊！那个没用一个于老师那样哦，费头发。观众们真是太藏龙卧虎啊，真好真好。嗯，摆着摆着吧啊！今天是我们的二队在这演出啊，二队呢是我们这儿比较有活力的一支队伍，好多演员都在这儿，不热闹就上这儿来。因为他们这个演员没有尊严的。后台的好多二队演员，咱们都叫上大伙再认识一下啊。介绍一下啊，这个从那边开始，头一个是大胖子孙越啊，队长。哎，孙胖子那个，笑眯眯的往前站啊，这是我师弟郑好，郑好是来自于东北沈阳啊，他的恩师是我们的东北相声界一杆大旗啊，老艺术家王志涛先生。对，当时郑好呢，但他这名字是艺名啊，他本名叫喜定。那会儿他是在沈阳曲艺团沈阳广播电台啊，做节目说相声也挺好的，后来也不是有什么货了啊，不让干了啊，就送个遣返到北京来说相声、这么多年来也不容易啊，在德云社一晃也待了好多年了。是他的相声有一特点啊，就是特别的稳当，特别的稳当，很多啊也太老了也不行啊，有他自己独特的语言魅力啊，包括一个人说俩人说都非常好，能欣赏他的说明您对相声有了一定的水平了啊，大伙儿多捧这我兄弟更好。给我徒弟张九南啊，九哥的徒弟，以前呢学过跆拳道啊，
且英语也不错啊，所以我相信他的相声也就那样了。孩子挺老实啊，当挺男挺女的。也是我徒弟叫高举鹏，哎，我们这儿富二代，家里还有钱，还有钱的啊。嗯，毕业之后呢，就是个他舅舅就问他啊，你干点什么去是吧？大企业家啊，趁好些个山，好些个买卖，然后就说给他个五星饭店让他去干，不愿意啊，所以到德云社来说相声。我一想，这个孩子脑子有问题啊，收了他吧。收了之后觉得挺好啊，很善良，很老实，嗓子也不错啊，以后就会成功的啊，大伙儿记住了，高兴。哎，给我徒弟孙鹤宝，东北人。来，一直在这站着呢啊！今天可能没参加演出，但是也是二队的成员，也是我徒弟，有嗓子，能喊能唱啊！每天有一个学叫唤的节目，让孙鹤宝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给消防队借过来的啊，那叫李小奎啊，这个名儿挺奇怪，人更奇怪，他亲舅舅叫岳云鹏。李小奎是罗云平的徒弟，我们这有一批小字儿的，就是纳闷怎么有小字儿呢？我这徒弟是云鹤九霄，排这几个字儿。但是就从那一年开始，我拍戏去，拍戏有一不错的哥们儿，说我跟你商量点事儿。我说这个你家女孩想学相声，我说来吧。可这几个孩子是我的孙子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家哥们儿多，他这岁数小，所以他大哥二哥前面孩子，我就管他叫爷爷，那是没错的。这么一拎呢，这孩子管我也叫爷爷，我说这我没法收了，咱差了辈儿了。那怎么办？你得了，我说那孩子，你就这个味儿，家里就这个味儿，你来这儿没办法啊。让什么岳云鹏啊、李云龙啊、罗云平啊，他们收的。所以说，名字带小字的都是我的徒孙，倒不是说非得当那大辈儿，这没办法，前赶后错的事儿是吧？然后这是岳云鹏的外甥，是罗云平的徒弟啊，李小奎啊。好。啊，这个都认识啊！我徒弟齐鹤涛，哎，这个最大特点玩扇子是专家，啊，他亲自见证了好多次做扇子的，从3毛钱一把卖到好几千一把啊，然后后来他就买不起了，藏了好多扇子，对扇子那是了如指掌啊，知道哪儿好哪儿坏什么的，修扇子你得找他啊，有一套啊，奇迹扇子布。是的徒弟，是我的干儿子啊，他叫冯什么来着？叫我俩，你这现在用哪个？用赵用过呀？啊，他叫冯兆兵，冯兆阳，来的时候叫冯阔阳，钱花完了就改了，不叫阔阳。冯兆阳，这孩子很聪明，很聪明啊，这个能自己编作品呢，用新包袱什么的，而且最大特点，哎，收藏各种的球鞋啊，您就穿完了有味儿的就是他，不是那个鞋是吧？啊，这于老师的二弟子啊，得嘞，好。您上这儿，德叔啊，这都认识谁呀是吧？哎，我们得叫师哥，你看面愣，但实际比我岁数还大啊！史爱东先生啊，有很多人特别喜欢史老师的风格，就是说的特别的狠呐、啊，没有不敢说的话啊，在台上那个房间都咬出屎来。写的来了一放打德云社有他就基本就带着啊，这么多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，所以这是我们最放心的演员。我准备近期要是西安和南京德云社要是开业了，准备派人出去，能去了吗？去得了。好，要徒弟啊，高鹤台啊，白草，这都是早期的各个各的学员啊，当初就是照这尺寸收的啊，这挺好，你要是大个儿没用，高也就是吃个树叶方便是吧？像咱们这个尺寸就落一个大爷不挑，你要这么说点打死了。高鹤台，大伙多帮忙。我徒弟长得可好看了，这都是不是兄弟啊？
掌声一直没断啊！给我徒弟侯鹤莲，老北京。小的时候学京剧，后来你也知道个儿太高了，没法唱戏了。唱戏咱有什么说什么，尤其唱老生唱什么，个儿太高，平台演员不好配戏，穿上靴子，搭上套，戴上盔头，这脑袋顶个灯了就啊。后来就得，他父亲跟我们都是朋友，对，人家家里边在北京城有一样专场，就是沾玩鸟啊，玩那小动物啊，给人家头钩。啊，当初这个说玩扁毛嘛，这鸟都扁毛的，人家家在北京数一数二啊。据说他爷爷那会儿多神奇，多要死的鸟给他咕嘟咕嘟就能活了，就是把这摔死再买一个，好可怜啊！不是，但是这我孙子啊，这是这个岳云鹏的徒弟啊，这叫尚小菊啊。我们这个学生来源是三种，我们的学生来源一是招的科班，一个呢就是跟北京戏校，现在叫北京戏曲实验艺术学院联合办学，还有一个德云社基地有一个我们叫传奇社，这是传奇社的学生啊。毕业之后呢，就是拜了岳云鹏，人家学过岳云鹏，哎，见人有后，大老驴非常可爱，大伙看一下啊，这以后这都能红了啊！行了，好孩子，到这儿来。啊，也是，这刘他叫刘佳啊，他也是小字的啊，他叫刘小平，这是你徒弟，是孔三的啊，岳云鹏徒弟。好，你学过师娘吗？学给师娘吗？来的时候这么大，因为那会儿小的时候，这我刚说一半，就是他爷爷跟我是朋友，他们家来的哥仨，你早没到你爷爷这儿，要不你大辈儿知道吗？你是你爷爷的爷爷，太大，回家打架去了。现在在青年队是在二队啊，青年队在青年队是吧？啊，好好干，这孩子可老实了，但是翻跟头什么一波流。这四天演出啊，他一场都没演，四个谢幕一个没落。无论我上哪个队跑事，他准是跟人去跑的。等谢幕时候跟人出来。昨天前儿子吧，前儿子演完之后，啊，昨天在德云社演完之后，临走他问我，爷爷跟你说点事儿，我明儿再去是不是有点不好演？我说你仨都去了，不怕你一个。这也是我徒孙啊，这是孔云龙的徒弟，叫王小格。徒弟好，天津人，姓王啊。这个来了之后呢，聪明，快板儿，相声、评书，什么唱个岔曲儿来，什么说一逗唱都行。后台谁要是来晚了，他自个儿站台上替你盯时间，一人站台上说俩钟头没问题。你别看他小，他能力大啊。后台给你起个外号啊，管他叫老王爷啊，姓王吗？啊，就是王爷能力大，老王爷，你记住了，老王爷就是他啊。这还有一特点，这还特别孝顺，他师傅叫古云龙，谁要说古云龙不行，当时就抄菜刀。是真的，菜刀斧子有什么是什么啊？你说我怎么就没摊上这么一出息？他没有刀，你知道吗？他是面二。好吧，记住了他啊，王小子。就记着我徒弟就是我姑爷啊，他叫张鹤帆啊。他媳妇儿是我干闺女，因为这个他媳妇儿的父亲也是他老丈人啊，当初一直给我媳妇儿弹弦儿的，后来也给我弹弦儿。天津著名弦师胡子义，那是他亲老丈人，我是他干老丈人啊。但我姑爷多款人啊，你还没看我闺女比他还款人，两口子坐门口跟石狮子。别说两句好儿子，努力啊，努力努力啊，来，这是我们这儿的大学生啊，他叫李九春啊，九哥，这是正经上过学的，大学毕业，因为德云社有这么高学历的不多，他来了之后也一直在受歧视啊。想到有初三毕业的，有四年级辍学的，你大学生哟，大伙看不起啊。
长时间孩子一直心里很纠结，但这没事啊，谁没做错误是不是？慢慢的就都好了啊。毕业之后呢，大学毕业了，找工作就完了，非得学相声。我想，你说这么浪心的就来了，你不要也不合适啊。就算走出阴影，那错了。这就在这儿了啊。还有一特长，会测字儿。你看我们这各路高人都有啊。什么大学生？北京算卦大学啊，测字儿基本科生。嗯，他那导师叫王瞎子。你要说个字儿，他给你测，测的还行，还行，没少挨打的这个啊。大家记住了，我们这是秀才啊，这是李九芬。啊，这是这个烫过菊花这个孩子，也是我徒弟啊，这叫何九华啊，也来了好些年了，来好些年了。因为这回拜师的时候，种种原因啊，前两天拜师仪式我把他给落下了啊。到年纪吧，到春节再收九个哥的时候有你啊，有你，哎，尽量有你啊。啊，因为前两天一说就摆着没他一顾孩子的脸，跟守了寡似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段时间走出阴影了，已经来了。已经学会测字儿啊，喝酒华啊，你不要脸的样儿，心有未闻是吗？修炼大师兄啊，我介绍一下吧。没修炼，感觉。弥勒。哎，这叫严云达，这是我大徒弟。1994年那会儿，我在天津搭班唱戏，那会儿说相声不挣钱，我唱过评剧，唱过梆子，跟小花一块儿唱。唱梆子那个剧团里有一个花脸演员，我们关系非常好。这花脸演员呢，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的父亲，啊，说我们是哥们儿，他家有一个孩子特别可爱，那年十几啊，那年13，说孩子喜欢相声，我说行，喜欢去吧，拜你为师，我说你别闹了，我说相声都唱过梆子了。喜欢哪门子相声，反正上家去吧。到家去，跟家吃饭，然后这孩子很执着要学相声。酒席宴前，咕噔就跪着，咣咣咣磕仨头。我一想，我也吃人家饭了，是吧？你要说不收不合适。是那年1994年收的严云达，那年他13岁。那之后呢，我就打天津出来了，风雨飘摇，四海为家。后来呢，我也打过别人上天津去，你找那孩子，他小名叫亮亮，而且找着亮亮的啊。然后是天津旧城改造，他们家的那块儿这儿都拆了，拆完之后搬到城外，搬到开封那边去了。这搬的客气就便宜了，都找不着。这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。到后来呢，这孩子也满处找我，终于有一天就在这个后台，我在后台那儿坐着呢啊。外边来人就说有一孩子叫亮亮，您认识吗？我眼泪都快下来，快让他进来。进来一瞧，我都不认识。你想，一晃10多年的光景，孩子都长大了啊。这才把他又重新收回来。那会儿他在天津一个什么酒店也干大堂什么的，说你还愿意做家吗？说愿意啊，就把他叫回来了。叫个什么名字呢啊？啊，都排云字嘛。他是第一个最大得了，严云大，严云大老兵，加个口哨，严云大，这么叫来的。这是我顶门大弟，就是晚上睡觉顶门的那个，一名叫棍儿。他呢有一因为很长10多年，他不像其他孩子，包括超子，他们都在家长大。这10多年他在外头啊，生活工作也不容易，所以说他在基础方面有的时候可能跟某些孩子比不了。但是他很聪明，他知道扬长避短，找自己的捷径，利用他充分的发挥了猥琐的张脸。多么大气文雅的节目，到他嘴里说的都马上就能枪毙那种状态，随时正法都不可惜那样。但是也有人喜欢，他也跟我探讨这个问题。我说先吃饭吧，是不是？然后咱们再追求风格啊！你说天天台上挨骂，一弄40-50岁的，你再说对不对？那也来不及了。目前来说，也有人喜欢的。当然呢，我们还有改正的机会，慢慢的来啊！我也在一直给他想办法，希望大伙儿能多喜欢他，多支持他。我大徒弟。好，演员就介绍到这儿了。
这叫曹鹤阳啊，曹鹤阳正经科班出身啊，学了这么六七年在曲艺学校，后来到曲艺的大专班也待了这么五六年啊，正经的科班一步一步来，毕业之后没有工作到德云社来，上台一说说，你瞧这是什么玩意儿，这是印象太深了，在那个半步桥那边的春晖剧场，春晖剧场，他和马克奇，马克奇是我们现在西安德云社的主演，那会儿他们俩是一块来的，上台说一八扇屏，没说十分钟，全场观众怒吼，加油！坐在后台那俩人脸色就跟要出殡似的，俩人说我们从小就学在曲艺学校，这么些个艺术家教我们教到现在，我说那你怎么办？你没法再退钱了是吧？我说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把以前这十多年学的全忘，我说咱们重学。啊，到今天才有曹阳现在这个状态啊！小我们管叫小四，为什么呢？戴个眼镜，大伙儿管小四眼儿，小四眼儿，不是小四眼儿不好听，后来把那眼儿去了啊。小四显得文雅一些，挺可爱的啊！来吧来吧，还得烧饼在一块儿来。这是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，来的时候这么大啊，就是喜欢曲艺，喜欢小时候学过杂技，学过快板，在东北他父母真不容易啊，抛家舍业带着到北京来，也学过弹弦，学过四胡，什么都学过，来那会儿挺可爱，我说你会什么呀，我啥都会，穿一大红大褂，跟那个圈儿跟地主的红包似的。上台的时候那会儿特别可爱，但是那会儿淘气，在后台前台没有一天不惹祸的，没有一天没有人找我告状的啊！要不手欠把这弄坏了，要不把那弄坏了。说相声唯一请家长就是他。哎呀，一惹祸就是叫你爸你妈来干吧。啊，说相声请家长的他独一份儿。我今天在后台，我瞧他们这嫂子，他妈跟着来。我说现在行了，终于不请家长了。啊，这个人都有一成长的过程啊。他是在相声窝子里边这么亲出来，这么熏出来，就到现在他的相声感觉可以说无与伦比。而且这孩子很聪明，越长大越懂事，特别可爱啊。大伙都知道他叫烧饼啊，一名就小的时候这么点小个儿，小圆脸，一脸就雀斑。我这孩子这脸上的烧饼啊。一语成谶，就叫到现在。其实他有艺名，云字科的弟子，他叫朱云峰，你看，本名叫朱建峰，你琢磨吧。朱建了不得疯，你看孙老师特别怕他，孙老师都疯了吧？疯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朱军没事。哎，行。谢谢吧啊，这个德云社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相声团体啊，我们。不用多说了，这是我徒弟里的佼佼者了。当初他跟孔云龙俩一块儿，北京有一老北京炸酱面馆儿，炸酱面馆这俩一块儿，一个是端面的啊。我正经一点，再来，打完针就是好啊。那个小月那会儿在炸酱面馆端面，孔云龙是门童啊，所以说有时候我看看这帮孩子原来的工作，我真是个相声教育家，给他们都教育不上了。我这个今天有多困惑，也有多坎坷，终于熬到现在，这日落时出啊，瞧见太阳了。说句良心话，这会越来越好的。而且来说，这个在所有的徒弟里边，我到现在我得承认啊，岳云鹏这算是给师傅效过力。我们这行不讲究，三年学徒，两年效力，过去的老规矩。也有说三年学徒，三年效力。为什么呢？你来学相声，我不要你学费。小岳也好，这些人我没收过你们一分钱，就是跟着我教。因为管吃，有的呢，但有的外地，有的还在家里跟着一块住，管吃管住，差不多了还给零花钱，然后教给你学这么几年啊，几年之后你毕业，按我们的规矩，你毕业之后就三年毕业了，开始跟着师傅一块演出，演出过程当中你挣的钱都是师傅的，为什么呢？这叫效力。你比如当初我跟谦儿哥，我拜了我师傅侯耀文先生，铁龙咱一帮艺术家出去演出，这一场是8万块钱，加上郭德纲和于谦，这一场是22万块钱，完事我一场拿2000块钱，为什么？这是我给我师傅效力，师傅指着我挣的钱了，这是规矩，必须如此啊。孩子们也是如此，所以我天天瞧这场演出，那你不叫给师傅效力，那是给你自己效力。今天有你卖给300人，今天没你也卖给300人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说你
不算效力啊，除非说你在外边自己能独立演出，你我带你出去这不算啊。说明天山东我接场上演，我要带三场助演的，我带你也行，我带他也行，我带谁都行，那就不叫你效力，那是我带你吃饭。只有说你自己出去挣了钱拿来了，师傅你看这是我挣钱，这是我效力您的，这叫你给师傅效力。目前来说，我收了好几十学生，是人的不是人都算一块儿吧，是吧？算是给我效过力了啊，挺好啊。其实来说，我还真不指着他们给我效力挣钱，我指着他们是牙我都饿干了。没有这么一帮孩子，就我跟谦哥，我们俩外边挣钱比这个简单多。实在没辙，人谦哥演的小电影也挺好。难得各位这么喜欢我们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列位错不了。有时候不那么近，勾心斗角好汉